说句老实话，我真的破坏我现在的工作，天天加班到半夜三更都走不脱。那些都不说了，随时都是祸害连天的。那些妹儿啊，又非要我亲自上钟，一天都是抓呀摸啊，抓得老子都想打干预，日妈还不如去当个棒棒。你又要打什么抓吗？你还慌吗？你等一下咪咪要表是不是？你看嘛，一会儿要我抓那的，一会儿要我摸那的，一天到黑都留到我肺，有时还对我失手动脚的。嘿，帅哥，莫干死给他嘛。啥子？不懂情趣。你来嘛，你给他们俩操嘛。我有时候真的希望你们亲自来感受下我的无奈。他们动不动都把摇滚整到凤凰楼家去，还要给那些妹儿牵摇滚，难道长得帅都是错吗？就该天天恁个抓他们吗？你们说打不打脑壳？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朋友，非劲儿打脑壳。每次跟朋友聊到我的工作，我都很无奈。他们虽然工资低，但是比我好噻，不像我恁个一天除了抓钩子都是按摩乳房，难道我的人生都恁个苦逼吗？